原中龙啊社区要开始营造，闹村民愿意提供土地，和社区来做公园，而且打造也全靠村民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让人感觉真甘心。其实我们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，然后跟地主沟通，他后来他愿意给我们使用，借我们使用，那我们才开始动。那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把整个地整好之后，那我们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就有大概先把那个入口意向先做起来。这座公园大约有500坪，由社区募集30-40万来打造，也拢由村民自发性来做志工。像这位村民王吉良，才有因就来投入，家己无休困，真侪村民拢受伊影响，纷纷来投入。三四十年没有什么一个休闲的地方啊，而且也没什么大的改变，所以说尽自己的力量，就是说能做多少为社区就多做一点这样。完全无靠公部门的支持，由村民家己打造公园，处处看到用心。那设计亮点舞台，后壁来社区社团表演，也保留原有的古迹，打造亲水场所。原有的设施都拢改老嘞，其他就是加强的部分。哦，啊，搁来装两支迄个抽水嘛，迄个手动的抽水，哦，让囡仔会当伫遐喷水。总算当着社区第一座公园，完全轮啊，村民拢真期待。虽然公园还搁在打造当中，真侪村民拢欢喜来关心。遐消遣也是所有拢足好个。主要因愿意要来推广，哦，咱公所一定大力推动吼，啊，辅助他们吼，会当把社区也发展吼。达到最完美最好的。那些家族总共有六个社区的联合成果展，12月12号早上9:30会在我们这个社区的公园这边举办。好，欢迎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来我们这边玩。除了打造公园，完整龙啊社区也希望传来重要水准建设嘉南大圳遗迹，会当串联北港后尾铁马步道，和过去大圳风华再现，也和龙啊故事延续落去。不过目前这大圳的土地堪下着水利地，只有很低，实在真可惜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